老板，可以剪个头发吗？8块钱。我下次给钱你好不好？不行了。可以帮我剪吗？下次给钱给你好不好？他说你可以帮我剪吗？剪头发。啊？可以吗？我没有钱，下次给你钱好不好？啊，下次你可以给钱。我现在没钱啊。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坐这里啊。那你帮我剪啊。啊，下次再给钱，我现在没钱。下次吧。下次啊。那现在剪吗？啊，现在剪。啊，好。啊，好啊，是你帮我剪啊？剪断，剪光子啊？剪啥光子？啊，剪断，剪断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你啊！啊，谢谢我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啊，我没有钱，你也帮我剪啊？没有钱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啊。你真的是好人呢。好人啊！哎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哦。做好事情嘛。做好事啊。哦。我这个头发有点乱啊。啊，这块的乱了啊。啊。说不断了啊。啊，说不断了。哎呦，这个要不要洗一下了？我的头都这样子了。这个不要剪了。这个怎么这样子了？哎呦，哎呀，夹头发，夹头发，哎呀，夹头发吧，夹头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我就是想看一下，在我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一下我。好呀，这可以。哎，你真是好人啊，好人，谢谢你啊。不要谢啊。哎，不要谢。哎呦，剪头发多少钱？都这样，8块钱。我送200块钱给你。哎呀，不要。今天早点回去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了。哎，不谢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谢。祝你健康长寿啊！70几了啊，70啊！我再送一提这个纸巾给你，回去用。对，这个是擦汗的。擦汗的。哎，擦汗、擦嘴都可以的。啊，要得。送给你。啊，谢。这个我也兄弟姐妹放在下方小黄车购物袋啊。下载啊，29.9，4大提啊！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。啊，你也早点回去，好不好？要得啊。早点回去煮饭吃。哦，要得。几个，谢谢你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呦。给你了啊。哎，没事。啊，没事。谢谢你啊。不谢。啊，恭喜发财呀！好好好，再见啊。可能北京的浩瀚，许多漂泊的魂，可能成都小酒馆。挺孤独的吧，可能是天有微笑才能暖你清晨，可能夜空有流星才能照你前行。八卦灵魂掌，中华有神功。开始。哥哥，哎，今天你回来了啊？对呀，过来看一下你们。是这样子，我过来看一下的话，我看这里你们煮饭就在那个地下煮是吧？嗯，这样，到时候这个垃圾吃嘛，你不要放这个房间，太臭了，卫生不好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垃圾的话，吸到肺里面会得病，知道不？到时候你这个吃可以放这里，把这里清掉，可以放这个位置。然后那里跟你搞一个灶台，在这边煮饭，那边的话跟你买个床，在睡了就是买个木床睡在那边。这个墙找人帮你刮白，这个电啊，重新帮你装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谢谢哥，不客气。嗯，我说什么你要听话，知道吧？我们才能帮得到你们，知道吗？嗯，那现在是不是要去搞卫生了？要。嗯。啊。那可以，你们去搞卫生吧。这个的话，我去外面找一下那个装修的，帮你们弄一下，好吧？嗯。你明天把这些纸盒什么都拿去卖掉它，把这个清掉它，好不好？明天我就叫人过来帮你弄，好不好？嗯。
啊，叶哥哥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你不是有两间房吗？为什么不把里面房当那个哩？当睡房哩？那这里这边，他现在睡觉，他是这样，他睡在这个地上，看到没有？他就用那个，用那纸皮垫在那里睡。然后到时候冰箱你可以放这个位置，知道吧？放这里，你菜啊什么东西放这里也方便拿，在那个角落那里搞个灶台，知道不？啊，这个车你完了就可以放这个外面，知道吧？就不要搞了，这个你这个房间很臭，知道不？这个墙你看这么黑，跟你刮白一下，好不好？嗯嗯，行，那明天我们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谢谢谢谢哥哥，好好，那你们去干活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我是一条狗，站是一棵松，不要做奴主，做奴者，南拳和北腿，少你无当功，太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，一扫一大片。轻挑一条线，身轻如素一中变，豪气出云天，外练金箍劈，内练一股气，刚柔并济不低头，我们心中有天地呀。我是一张弓，战是一棵松，不要做路准，走路一阵，南拳和北腿，少林武当功。太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。老人家，你这个卖这个，这个是你卖的，多少钱？我外地的，给我一块钱可以吗？我买包子吃，我买饭吃，给一块钱我，一块钱我，谢谢你。总共卖了四块钱，你多大年纪了？80岁了。哎，兄弟姐妹，买一双鞋给那个老人，真的太善良了，自己捡捡的四块钱还给了一块钱给我，看他那双鞋也是破了，不能再穿了。卖完了没有？我看你孩子到了，来了，我找你啊。我没事啊，没关系的，可以吧？合适啊，你好我也好。不用，你不用，不用不用，我有钱。你看了，来，你看我这头发，这头发。哈哈哈哈，把这块钱还给你。那个，撑起来，我全部买了。多少钱一把？一块钱，30块钱够了不？没事的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啊，拿着，不用不用，穿起来，拿着，穿着穿上，穿上，我买给你的，没关系，知道不？你看到我的鞋子烂了，又那个，来。哎呀，买个袜子过来给他。哎，看了我这个烂了，哎，不忍心了，老人家。你家里几口人？我看你家里，我看你说的。你一个人？老婆。哦，买件衣服给你。没有。好不好？哎呀。买点肉。哎、买点肉给你，买件衣服给你，穿上，把鞋子穿，拿去，走啊！啊，我的也烂了，来人，我买，我有钱。哎，走。哎呀，我越过你，给这老人挑件衣服来。我自己没事的，我自己。哎呦，这老人不放心，你看我，你看啊，你看我，是不是好的？来，你看我里面，是不是？我穿在里面，知道吧？好的穿在里面。
可以，这个不要了吧？不要了。啊、哦，好好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，这200块，给你买东西吃。哎呦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又看中你了吧？来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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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下啊！这个是抽纸纸巾，拿回去用。啊，这个纸啊，放在下方小黄车，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下单，29.9元四大题。哎，收着。拿着拿着，收起来，收起，收起，很好。我再买块肉给你回去吃，好不好？买块肉给你回去吃。啊？来这里有多远？2公里。走路回去。2公里要走路回去。你说这么大的太阳，把这个肉给你拿回去吃。慢点回去。好、哦，补血补血。好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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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了。好、哦，再见。